合作每日挑Hello，我想说，反正猴子不会过，我先开猴子出来玩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那个啊，等一下哦，这放哪？哈哈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，这个很快，这个很快，这个大概10分钟就好了。然后想说，五分结算啊，要打日吗的投日吗？要看我继续孵蛋的啊。今天一直在弄那个，我不是在讲。哦哟，等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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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就是我不是开始要养虎虎吗？结果发现我没有那个虫的蛋种，所以我这边从头开始养，有宝可梦遥遥领先，没办法，最近养起来的都是宝可梦的观众啊。刚在追百变怪都16段了，辛苦了。我想说，你看，反正气球确定不会嘛，那我就先玩气球，等下再开。啊，赚到，再烂再烂啊，再烂。五福跟百变呢，比较快，什么比较快？什么东西比较快？哦，你是说虎符配百变怪吗？哦，对啊。可是我想说，前面就是乖乖先用那个用自己的方式配出来，我再用百变怪啊，懂吗？就是先搞了，先把那个百变怪搞好，不是啦，先把虎符的蛋种搞好，因为还要养个性啊，我要个性那个什么悠闲我也用很久欸，天哪！在个性里面，我养了两箱就只有一个有悠闲，然后就马上把那个再挖出来重新养，也是可以。对啊，就发现我的，因为发现很多虫，它的蛋种都单一只有虫而已。我想，好吧，养虎符好像也不错。好像没声音，先放一个好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射气球最近又有一些东西让我又回来稍微玩一下，就是昨天我边孵蛋边射气球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是放登机好。我刚刚抓到赫拉克罗斯刚好固执，哇！恭喜恭喜！那个，哦，看来是宝可梦了，太忙了吧？还好啦，就是，就你啊，就累鼻子推啊，就5颗蛋而已，累鼻子推，然后就是放，然后放完之后就是暂停，然后继续捡蛋，就这样而已啊，不会累啊，还好啦，感谢黄梦的预定，感谢感谢。最近好像怪怪的，不会跳通知。5分了，结算。结果我一开始开宝可梦就好了，我这边开这个。就算。摩卡安安，你昨天真的吓到我。如果昨天你真的是要跑来淡水找我的话，我搞不好还是会出去接你呢。对，就是我还是会出去接你。嘿，他就只是说，
到时候是真的叫你孵蛋，然后我去睡觉哦。应该都过了吧？那个应该是会员啊，好像是哎、欸、啊，没事啦，没事没事。但你没回我，怕打扰到。我没回你吗？因为你也没有我的 LINE 或什么东西啊。没有啊，今天有看你去吃好料的，我觉得哦，至少有人陪你，这样好了，但这样就好了。没事啊，那个好啦，如果下次你真的好不好，你真的跑来找我，我就出去接你好不好。嗨，大家晚上好。等关卡到60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宝可梦之旅吧。没有，因为我今天会用投票的意思是因为我今天不能玩太晚嘛，因为明天要打疫苗，要早点起来，所以就想说就没有要那个开太晚。对啊，杀过来再跟我讲，我搞不好穿睡衣出门哦、喔。你看我一个人穿睡衣，你预约几点打第二集啊？早上8:30到9:30，然后，哎对，8:30到9:30，那回来看怎样，就继续开嘛，开到真的不行再跟你们讲，我就去睡觉这样。老居安安，老居安安。嗯，放这边应该可以吧？嗯，放这边可以。嗯，不要自动的这个了。好了，挂机。昨天莫德纳打，今天快死了，好好休息啊。你可以去看犯罪现场吗？什么犯罪现场？哦，白痴哦，什么犯罪现场？我知道怎么犯，你说我对他犯罪吗？哇，你不说我都没想到哎、欸，没有了。无情的潜水艇开射。哎喂啊，什么反转，什么东西？真的是疫苗打完就知道老人还年轻人，那会不会我其实是年轻人啊？有高烧不退，黑糖 ，Hello， 黑糖，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昨天那个谁，小雨，他就是把那个他的头贴换成你那个1:8的那张图，你猜他用了什么？他先是用了左上角的那个双下巴。然后之后发现好像又还好，就换了右下角的那张笑很灿烂的那张图。然后最好笑是哈基要截图的时候，也截到了小雨的双下巴那张图，操！他要截一下他那个手机的那个东西，又截到小雨的双下巴。左右相反了，什么左右相反？左下右上不是吗？左下右上，我刚讲什么？
啊，反正右上是双下巴嘛，左下是笑很灿烂的嘛。画面好像一个苍蝇在飞，我的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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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让我想到王心凌的一首歌，《爱像摩天轮》欸。哎，爱像摩天轮带着我转啊转，我多想身边有你作伴。我在想说这是什么打苍蝇游戏，就画面一堆苍蝇。Hello， 快了快了，剩两关，我们就开启我们的宝可梦之旅。那你最近学业还好吗，黑糖？那你学业明明那么忙，还在那边画小雨，我的天！然后还把我画的那么好看。欸，我是真的。真的感觉就是里面唯一脸最厌世的那一个，欸，我说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那种厌世脸，返回主页。好，那我们玩游戏喽。我只是上来打每日的钞票而已。爱上你了，等等，继续打四天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刚刚在看短裤小子打，短裤小子是一个在做宝可梦对战的一个 YouTube。我没看他翻车现场。好了，回来了。那我那时候不是有说过那个，现在孵的蛋啊，通通都要留下来了。以为就这样吗？不，在这儿。呼呼，呼呼。都是虎虎，有连结吗？想看黑糖画小雨八连杀，没有，就是一张图啊。你去搜寻那个来自黑糖山啊，就是他同名粉专，好吗？同名粉专强势回归啊！等一下哦。啊，今天没有开台，是忘记开了。对，今天一直在弄这个东西，然后弄到大概回过神来已经4:30了。然后那时候跟晴曦刚好遇到，就说哦，好吧，那顺便跑图继续孵。没啊，是用哦，你是用个人账号。哦，先孵什么？虎虎。我现在我不是要6V 的虎虎，我是要OK， 我介绍一下我虎虎是要玩什么的。我虎虎就是不要让它有速度，我让它速度是零，就是速度是不怎么样的虎虎。那看这边嘛，这一箱都是从里面慢慢挑的，这边开始是品质比较好的。然后这边是比较惨的，你看那些性格马虎温顺乐天什么鬼东西，那再加上，我看一下哦，看球种，我好像也放生掉一些了吧，就是本来是先击球的，然后被我放生掉一堆了，然后后面我去地底抓了高级球的虎虎，那现在。我刚刚养到就这个啦，攻击不怎么样的话，如果他是在速度的话，我就会练这一只。可是那时候性格还没有洗到，就是现在就这个悠闲。哎呀，来解释一下，我想要玩的是空间队哦，可能是哦，对啊，就是减速度加防御。没有，因为我要玩陀螺球，因为虎符又硬嘛，我想玩陀螺球，所以。对吧，因为我还要研究一下空间队形象小，就只有那个沙奈朵跟那个嘛
多边兽可以血恐惧的样子，还是谁？还有谁？反正那是超能力招啦。然后就再试试看嘛，因为没玩过。因为当时像这个就很棒啊，你看速度普普通通。当时有看那个鲤鱼王大战的时候，我不是那时候有配一个陀螺球在里面吗？给我打下去，他说速度比 对方越低越痛，结果那鲤鱼王速度不快，我的鲤鱼王速度更不快，他打出来的伤害比如说 HP100 打下去只打了5滴血，超不明显的。就一直想要试试看那个啊，陀螺球，可是陀螺球感觉就很好玩，因为那时候看到他介绍是速度越慢越痛啊，我就喜欢玩那种搞事的。啊，后来看了一下虎符的配招，感觉蛮少可以玩的欸，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加防御的技能，他的变元还要去遗传才有欸。电源遗传才有，然后它本身有翻滚动，但是电源要遗传才能用。我觉得哈，那小，不然帮你增一只五 B 零 S 的百变怪。也是可以的。欸，绿老鼠出来了，有一只。还是你送我，你帮我孵一只。还是你帮我孵一只虎虎给我啊，我继续升我的色尾。在这里，这只是一个意外的产物。那时候阿亮只是想帮我生一只六 V 的穿山鼠，却意外的跑出了色尾的他。哎，阿伟说了嘛，色尾的话我就会带在身上，不管公母了，不管他是公是母了，色尾一定要带了，好吗？二分之一的几率，有些还是八分之一的几率耶，看看那个伊布，对吧？卡托，看你是 M 吧？是不是 M 啊？如果要我用等等绿地牙还没出来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用。你是换头像啊？你是 M 吧？你换照片了，欸，我至少还记得你 ID 了喔。我想要这观众什么 ID 眼熟眼熟的，你换了夫人照片，我看不太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吸血鬼夫人哦，喔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看出来了看出来了。我是用手机聊天室看的，啊，网页聊天室好小，喔，哇，你好感动哦，喔，啊，别说，我已经不是八年前的我了，欸，是八年前啊，六年前。那你要换照片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英文名字换照片的话，我才会认不出啊。你中文名字换照片，我会觉得还好。有人要6V 的紫，有人要6V 的海星星吗？一箱6V， 我的天哪，啊！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很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很抱歉。
然后后面要把我一些母的给卖掉，卖掉啊，放生掉了。哎、欸，他不是说每一页都放一个的话，箱子会越来越多，最多40页吗？那为什么我稍早这边每个都弄一页？安安，感谢神奇艾莎吗？我就是每个都放一个啊，啊，可是也没有到40页啊，为什么？没什么，阿亮说什么没？最多就24页吗？有一个没放，不是不是，我稍早有全部填那个各放一个过，是他没有开页数给我。是说老居找到图了吗？老居找到图了没？放完先出来再进去。哦，好，有。我想说空间怎么够用？我快满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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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用电脑看哦。好，不用。等一下，我的痘痘爆开。你在敷巨精怪色尾，加油加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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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用电脑开的。不用加三字，什么三字？哦，节操当然没敷到啊，他敷到会给我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色色蜘蛛怪，要先离开再进去哦。那应该就是我没离开了。看，等一下 CW 是不是那个谁？冷冷是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冷冷吧？哎、欸，好，结束了。宝可梦，好多只虎虎，那在生它。我现在需要一只速度不怎么样的虎虎，这样子嘛，然后离开。再进去吗？哦，有了，谢谢，感谢。然后发现也可以这样子放哦，方便多了，就不一个拿出来挑了。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位，拍谁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也很久没出现，他会叫冷冷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抱歉，我把你以为是他，这个我很抱歉。哎、欸，耶耶，盒子有上限吗？有，最多40页。终于，终于。这个用了我一个下午弄不出来，没办法更大了啦。你要更大的话，只能放生了。对，野外更大更适合他们。然后这边就有一格，啊，缺一格。然后这边是，啊，这个是要拿来当蛋虫的。你看，公的全部完美。要养其他虫子用。Go， 继续跑啊！我们继续跑。哎、欸，黑糖，给你看一个全世界最可爱的东西。
有看到左下角这只兔子？对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给你看更可爱的东西，要不要？我白痴，我差点放这张图出来，哇，放错了，白痴。不行。啊哈，最可爱的东西啊，总是这个肥仔脸，哎呦喂啊！这个你看有没有很高追，还蛮可爱。可爱吧，可爱吧，最可爱的肥宅，那应该也不是我。我只是肥也宅，但没有到可爱啊。哦，对，再来，我想把聊天室再换个位置，因为那天长到了泡芙的花枝里。对啊，可爱吧，来给你看。泡芙，我的泡芙啊，抱歉，那个黑糖，看他。你看，它会震动哎，黑糖。你刚刚倒回去截图，不用不用不用截图，不用截图，我们看现场的，我们看现场的好不好？好。它是第三四代的吗？欸？欸，这饿了啊！我记得是427呢，它编号427吧？哦，对，你看我厉害吧？来，我们看这个。哦，动作，哎，暂停，你看，暂停，粉红色是色尾啊，有没有高追？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动作，暂停，就是一副我喜欢你那种感觉啊啊！卷卷是这一代的，不是我忘记哪一代，但是我记得他的编号，编号427，还好不是426。暂停。哦，包包头就是可爱啊！怎么那么可爱啊，我父子可以这么可爱。他也可以看呢。泡芙。谁都躲，他突然躲成这样子吓到我。啊，最怕踩到乐高的泡芙，对啊，很嗨欸，够鸡嘎，观看这个好了，看泡芙的小酷酷，我觉得这不是眼睛是口袋欸，你们怎么讲？你们怎么想？哎呦，眼睛张开欸，它会眨欸，原来你有眼睛哦。那他的额头太高了吧？我同学说卷卷耳进化后更色，进化后再进化更色，这一代没有更色的图，这只啊，
这只我还没进，还没练色，我的色尾还没有练上去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卷卷鹅了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，我的眼光是不错的吧？卷卷鹅跟沙奈多，当然卷卷鹅比较好啊。色，你要去搜寻那个啦，超级长耳兔是黑丝袜哦。黑糖去搜寻超级长耳兔，就是有穿黑丝袜的那种，而且丝袜是破掉的哦。哦，好棒，好好奇啊。对，你知道我本来想请你说，可不可以画我加卷卷耳加长耳兔，再加一只超级长耳兔这样。然后说要多少我给你，钱多少丢给你这样子。你看，不然真的很棒哎哦，多追嘎啊，多么可爱！好，我们继续孵蛋了，回到我们这边，因为只是单纯想要炫耀给黑糖看哦。然后关于浇水这个东西，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，我们当时浇下去不是浇两格吗？就比如说我浇最左边，然后就只有左第二格这个会浇到水，然后需要再浇这个，然后第二个浇到水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发现它发芽之后只会算一格，所以你要一格浇，一格浇，一格浇，一格浇。因为我那时候有做个测试，就是我有地方是四个每个都浇，然后那时候获得的产量都是4444。然后像这边我只浇最左边的话，就是四都成四，然后2422，应该是这样子啦。因为那时候就觉得收成的数字很奇怪，然后我私下就是那个哪里野原市那边，我是这样子，就是每个都浇，然后野原市那边每个都收四个，然后再来是那种加特工的那种什么点特工加亲密度的。最多好像就不会超过四个。哦，穿靠腰、哦、不是。我一直都是以每个都教，连种子也是个别教。所以我现在还在逐步测试啊。我现在还没有收成。哎、欸，我最多九个嘛，可是九个都是那种莓果、蔓莓果那种东西，那种是拿来做保分用的东西，分保保分。嘿，我跟你讲，你画我穿丝袜什么之类，我是不收钱的哦、喔。我不是不收钱，我不给钱的哦、喔。虽然你常常是画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后感情好不好，就是看你的图了哦、喔。小心，看到这只没有？这只改名就会叫黑糖了哦、喔，小心一点。这只就会叫黑糖了哦、喔，他注意哦、喔。好的，你不收钱，靠腰，不要闹。明明就有好看的图不画，画那个难看的图，不是难看，是难堪，很难堪，那个难堪不是难看的。感觉黑糖精神都来了，我应该会拿战斗陀螺在他的头顶上面开始这样射击，然后战斗陀螺底部要装钉子。我以前就是那个。自己改战斗陀螺，下面装钉子，然后射出去的时候，就是把人家的那个战斗盘钻一个洞。不钉子啊，是螺丝。哎、欸，我就是这样一甩下去，马上就我的战斗陀螺直接粘在那个战斗盘上，锁死了。我不喜欢辣味。
那我挑一只没有辣味的，很丑的给你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哦、喔，这性格怕寂寞、欸，温顺结实。看一下哦、喔，波士可多拉，阿亮给。好，那你喜欢苦味吗？可惜这一代没有什么类似糖的宝可梦，没有小奶仙跟双奶仙，小仙奶双奶仙，凶残，对不对？不喜欢，你是只挑哦，原对呢，你是鸭子哎，有啊，还是就这一只？你看，为什么他叫聊天室的观众？啊，你应该当时知道吧？你看聊天室的观众抖动的身体，你要注意点哦、喔，头上有六个包的黑糖，而且是子宫的哦、喔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棒哦、喔。可达鸭吗？可达鸭很可爱啊，可是我不会常带它出来。它、啊、现在这只鸭嘴宝宝。为什么会叫这名字？就之前菜渣很好笑啊，他叫做你他妈，这就是什么？比如说你他妈的观众干劲十足，哎、欸，你他妈的干劲十足还是什么这样子啊？那聊天室观众干劲十足啊啊！他转向你这里点点头，名字嘞？他戳了戳你身体，哎、欸，名字不见了、喔。聊天室的观众抖动着身体，大葱鸭，对耶，你喜欢吃葱吗？你喜欢搭着葱一起吃吗？哎、欸，那个，他们打的这个都不是被 ban 的啦，这个是聊天那个菜渣那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不是在骂脏话，因为那时候菜渣打第一道馆的时候。就是一样那个吼叫事件，他的鲤鱼王被吼出来，因为你们这两个打你他妈的，然后被后台编掉。葱爆牛肉你喜欢没有？你不是说你是鸭吗？我们有一只叫做大葱鸭的宝可梦。哎、欸，大葱鸭嘞？我记得没有到那么前面呢、啊。咦？有过一百哦。哎、欸？咦？大葱鸭嘞？哦，在这里，这只啊。啊，你喜欢巫波、喔？可是我有找王欸，巫波被我进化了欸。现在找王在我的队伍里面，是杰克夫的，已经进化了。抱歉，他不再是巫波了。找王也可爱。就很可爱啊，百变怪脸啊！反正你什么宝可梦不会画，画到最后脸只要加成百变怪的，完美，就完美了啊！嘟嘟嘟嘟。
而且你不觉得长耳兔那个眉毛很像光遇那飞翔记的法式吗？也有人这样子画，就是那个是法式，不是眉毛，就画成那个头顶上的那个翅膀。哦，怎么那么好看？想到动画日月有一集是找百变怪，一只变成岛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哦，对啊。我觉得当时百变怪这个商机就是那个啊，无印版的有一个变什么不知道失败的百变怪吗？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哇，就觉得很可爱，所以那时候画什么都画成百变怪，就是脸留着画百变怪的脸。我那阵子小时候啦，那时候国小画什么都故意画成这样，然后也都是因为被同学说你这画的又不像，然后给我拿橡皮擦乱擦，我气死。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又有开始流行数码宝贝，然后就有个同学点名画小丑黄，我看我画那个就是小丑脖子那种波浪的那个，就那种男爵那种波浪的袖子跟领口，我画到快死掉。他怎么都是防御？我在想明天打完疫苗后是马上开台跟大家说我打完疫苗了，现在活蹦乱跳的，只是手有点酸啊，这样子。要不然就是打完回来我在睡觉好懒哦，好啊，没有剪片啊，有理由没有剪片的啊，好爽好爽，这样子。泡芙，下午米飞开中午米飞开台的时候，下午，你不觉得他的麦有点爆吗？还是没办法调，就一直都这样子。你明明不是还有高效吗？对呀，没办法啊，你怎么办？阿基那时候也是巧克团那时候。也是打疫苗啊，有啊，超爆哦！你觉得手酸没有那么快？没有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医生打下去的那一针下去后，他说这样没有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就回他，有有点酸。有那么快吗？我说就酸酸的啊。好，他就说在那休息五分钟就可以走了。我就说好。然后在骑车就觉得就很酸呐、啊，然后骑到家里。然后他们就说什么症状就是手会很酸，抬不起来。我说是这种感觉哦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只是很像就是重训结束后的隔天那种手很酸，那种举不起来那种感觉。可是重训后的那种酸，我就觉得其实蛮爽，就是至少有那种感觉肉变结实，然后还是那种感觉，也不是抖 M 啊，就是。那种肌肉酸痛的那种酸，不会到很难受。我还年轻，我也希望啊，我也希望我年轻啊。然后还有，因为就下午他们不是那个麦块有个活动嘛，就是。好像 MTW 那边举办的一个活动，有人问我说怎么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最近在玩这个，然后 FB 的讯息又有挡那个陌生讯息，然后我今天才点开那个陌生讯息，找到说，之前那个菜渣那边嘛，就是有个奇哥，就是 MTW 里面的建筑那个奇哥，他有亲自来邀我，那我刚想说。我现在才看到，因为说这阵子一直疯狂玩宝可梦，然后其实就是 FB 这边也都没有在看讯息什么，
对，然后说 QQ 反正超想约你来玩的，他说很期待我去玩，说哦没有没有，没办法没办法，被宝可梦绑架了。上次打疫苗酸是因为打排球，哦，除了打疫苗酸是酸哦，哇，你那时候打排球酸，打排球我怎么觉得就只有痛啊？欸，不过打排球真的也蛮爽的，就是，打完之后，刚接触排球会觉得手腕那边不在推球，拍球的时候很痛，推那个拖球那些什么的，可是痛完之后。下次再去玩就觉得又开始不会痛了，然后就是哦，排球好好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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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还好我没去玩，为什么我没去玩？很混乱吗？我有稍微点开像杰克陨月或是达达他们的台。打完之后，我不是打完了，打开之后，打完什么？打开之后就哇，干，这声音也太杂太乱了吧！感觉就是大家都在抢麦，然后这声音有些人忽大，有些人忽小，然后就觉得场面真的是很混乱。欸，然后那时候就把声音都调到很低，然后再搞那个呼呼。然后搞到真的受不了，我就跑去听那个那谁米菲的台，然后过去他也差不多快关台，然后就去看发发的台。就毕竟人多嘛，人多其实分很多队，就觉得说哦也是辛苦了啦，毕竟那种活动一定都会这样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大家一窝蜂都在玩那个麦块，连那个退取台老皮啊，还有一些奇怪什么退取的实况组也开始在玩麦块。点进去看，这不是团团的实定吗？然后就点开 Y 那个 FB， 团团在开台，然后就点开 YT， 哈基也在开台，允月也在开，好吧 ，YT 不是啊，是允月跟杰克啦。待机一小时，游戏五分钟，哇，没事啦。球类运动我最喜欢的还是羽球跟保龄球，保龄球完全不敢，就羽球吧，因为那时候国中很讨厌羽球，是因为。我对面的人每次打球都是越打越低，我都是要把球往上拍，他们好像不会捞球一样，就是越打越低，越打越低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打到最后，我们大家都气到，就是有些人气到就是故意把那个球往很高的地方打，然后都会卡在天花板那个梁柱那边，所以每次羽毛球的球都是啊，今天借十颗，然后今天借二十颗，然后实际还的是十三颗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是直到高中那时候有真的有体验到羽球的乐趣，然后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喜欢玩羽球的，应该也是网球王子的影响啊，把羽球当网球在玩。下午跟雨月一整个下午完全没有游戏体验，是什么游戏体验？就是画面就是都一模一样在等待嘛，因为我那时候是点开他好像都在大厅介绍，然后就中途有离开一下去缴电话费之类的，然后回来又怎么又在大厅？是刚结束一轮嘛，这样子。原来是都在待机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去玩。
因为隐约三分钟就挂，哇，死掉就没了、喔。哦，好像是哎、欸，他们那是不是类似吃鸡呀、啊？好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接近打三场各一分钟，一整个聊天台哦哦，怪不得那时候是点开影院的时候是影院，就是什么都不讲话，然后是其他人的声音。哎、欸，那小雨有玩吗？我没有看到小雨开台。我们的玉，我无奈的把繁星的图给了你。我把无奈的繁哦，对，哎、欸，我那时候是想要写那个写无奈的我。哎、欸，谢啦。哎、欸，不是你这去背是去什么的？还是我要去那个？不是去什么的？去什么意思？还是我要去信箱里面找？这是有去背的。真的不用帮我孵蛋齁，干！我现在才看到，欸，摩卡，你在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放到云端里面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了。我现在看到 Mocha 快六点的时候赖我，不是赖我啦 ，FB 敲我，跟我说，真的不用帮我孵蛋吼，干，放不进去，完了，放不进去，啊，机车啊，人应该是无死塞啦啊，真的去？我不知道他，我刚刚看到五点四十几分传一封讯息给我说，我真的不用过去孵蛋吼。收到讯息了，谢谢前辈。白痴，你是真的跑来淡水吗？哎、欸，那不然我先给你。我先给你我的那个好了。哦，白痴刚好去台北哦。收到讯息了，谢谢前辈啊，不客气啊，不客气。不是啦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？等到你有我的 LINE 还是什么的话，你真的有来的话再通知我。不然 FB 我其实在开台的时候不会看到。啊，就很闲呐、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欸，你。影院挂掉的原因主要是一人数过多，二累格极度严重。就我记得之前 NTW 那时候也有办几次活动，那活动其实就是也是人数过多导致伺服器很卡。其实游玩体验就其实觉得只是进去听实况组的声音，然后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实况组五秒钟啊，下一秒钟它突然消失不见。就这样，要不然大型活动就其实很难控制场面，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，有人会觉得说，啊，你既然办活动，他就要弄好一点之类的啊。啊，可是我的心态就是觉得说，啊，可是就是很辛苦啊什么之类的。哇靠！
我要送你一张瀑布的图。瀑布啊，出来啦，快见客人啦。这张好，给你个赞。下礼拜复刻啦，准备好200根蜡哦。有，我反而是那个红蜡没了，我剩两根，还可以撑过一次。同跑图地狱离开什么意思？来，那我们再分仔细的交个花花哈啊，这个花要交啊。然后后来啊，我怕我有些果实比较那种难种的果实嘛，忘记去浇花，我种了三个很难种的，在家种一个很快就生出来的那种，就比如说哦那边有果实突然发芽啊，过去捡啊只有一颗，就另外三颗还在长大，就可以顺便浇了哦，聪明，看一下哦，啊。来，我们开始我们的浇花之旅。我现在有记得就会上线挂机熄火，希望下周真的要复刻。没有啊，其实最近啊，干就这个雾花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雾花果啊，还是那个那叫什么文佑果，常常都是2到3、2到4在轮呢。我真的很少收到这种很高的像木子果也是好少，怎么办？我越种越觉得说，为什么会越种 越不多啊？每天15蜡不护心应该就可以了，我觉得啊，那个谁，冰沙、螃蟹、幽灵他们是不是比较少在玩？因为最近就是送火给他们，然后都没有回火，然后就看到啊火啊怎么又要再送一次这种感觉，反正就是上线领完之后就下线了是吗？然后只想了解说他们还好吗？是不是学业太忙？然后那时候还是有持续送。是，最近也搞到说，要不要就是等人家送我火再回火这样。我也是昨天才知道那个什么阿嬷的馒头在哪边烧。我人生当中终于学会第三张地图，就是除了海胆以外啊，还有那个云野的挂机点跟那个雨林的阿嬷馒头点。我现在人生成就又解锁了一个张地图，这你也不清楚哦。好，也是啦，毕竟你也是99上突然登录的不是吗？有啊，我还是很努力在每天都在送那些人火，而最近真的玩到有点。感觉快弃坑的感觉，因为像比如像我在开始玩宝可梦吧，就比较没有什么时间护光遇，最近深夜才会护火，作息作乱。你跟谁火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是那种超级超级男生的果，对不对？还会这么多个，这很奇怪。这个果实也不是超级男生啊，这个果火影是不是？这个果，然后还有蔓莓到焦香这还有到对这有吗？我只记得我的蔓莓跟墨莓果都可以到8个9个。你对是什么意思？那种很难生出来的，就会一次很多很大量吗？
深渊记一般般，你说下一季一般般吗？一般般，那我就是氪机票就好了。哎，摩卡，摩卡摩卡，你下一季的票让我请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是固定买三张票，然后一张是给维格司机，所以我还会多一张。看你啊，哦，回音，看你啦、啊。你要让我请，你要请的话我就送给别人。是机票啊，可以哦、喔、好啊。成长比较久，那我觉得也其实还好、欸。大佬请客没有啦，之前是请我一个就是反正优花是一开始带我跑图的司机嘛，那因为就是越来越忙的时候，他就是已经偶尔上线，他上线只是为了带我跑图，所以那时候觉得很麻烦他。那后面是改一位叫雨林的嘛，就聊天室有时候会跑出一个雨林啊。你本来要想说送我的、喔、欸、嘿嘿嘿嘿嘿，不用啦、啊、你那么辛苦。然后对，后来就是我的这一次的飞行机的票是我一张，我是买那个嘛三人包的，我一张，然后雨林一张，还有一张那时候是送给那个螃蟹，哎、欸、就是冰沙我们那群小会师里面的其中一个人，那就送给他。那代价就是跟冰沙换一张图，哎、欸，比巴果也是很少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努力在生它嘞、欸，生它啦，浇水。寒假比较有空，但是前辈都开口了，不好意思拒绝。你是在给白吗？不然你送我啊。啊，你在假白吗？哎、欸，疾风，你是这样子幼苗的时候。隔壁已经浇水了，你还会再浇一次这样子吗？最近有点穷。对啊，我知道你很穷啊，所以我说这一次的票要不要看我？听我舅舅说，好像明年不用几个月，没带狗狗登记好像要罚钱啊。听我舅舅在说，好像明年不知几月，没带狗狗去登记好像要罚钱。登记什么？你说那个晶片吗？我有一颗别人给的，我查了一下，96小时。印象中叫做蜜奇果，忘了。哎、欸，蜜奇果我有哎、欸，我种下去了哎、欸，靠腰，我忘记在哪里了。蜜奇果好像是在我种生蛋的那个位置下面。啊，然后你每次啊，我问你，像你刚刚的这个比巴果，你最多有拿到几个？有会咬人的狗哦，那也是啦。我家狗不会咬人啦，就谢谢我，不会啦。那其实怎么讲，那时候就是那个冰沙吧，他就是绘图的委托都是用爱心来当委托。我想说这样的话，要不要去就是跟他委？就是用地票去尾张，比巴果也是最多十个。对啊，就是有些增长速度快的，你就算再交再多也只是两个啊。哦，我要讲一个东西啊，这边种比巴好了，来交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为了测试嘛，就是不是说，刚
收获最多的吗？我今天在洗澡的时候，这个果实，这个比巴果的果实，我是按的这样子浇花下去，一直洒水，然后就去厕所，然后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说啊，对呢，要赶快按掉，所以这一根。那时候我洗澡，我上厕所上了那个有快十分钟，然后这个应该看看到时候会多少水吧。就他只是第一阶段洒很多水，之后第二阶段忘记洒水这样。哎，不去看。欸，下一季你们说是什么深渊季哦？深渊季是几号开始的？两个，那最左边这个应该是三个了吧？四个。哦，真的哎，是每个都要按哎。没有，当然开玩笑的啦，怎么可能是浇水的量？浇水的量，我这就把几只水系宝可梦丢在这边固化了。比巴国越冻越少，哎，怪，应该是一月初吧？好啊，因为圣诞节的还要可爆，哎，天哪！我是想要，哦，木子果在这哦，白痴哦。确切日期应该还没出来吧？哦，你看我连下一季是什么，我自己都还不知道了。我这个人齁。就是训啦，比巴果，干波波，干波波，圣诞节快到了呢。对啊，我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。然后我记得这边我每个都有教，所以三个、四个，这四个我教得很勤。下一次其实没有想课，你说连机票都不课吗？没事啦，我觉得应该也都累了啦。虽然真的是个好游戏，不过可惜了。真的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。救命！我同学我都叫他波波，你说 B O B O 吗？怪了 ，B O B O。尤欢安，尤欢，你下一季有会想要氪吗？地票还是你就不会碰啊？干，你是没被烫过是不是？去吧，聊天室的观众啊，观众啊，我应该让聊天室的观众学什么叫声、打交，还有什么挑衅，还有什么适合聊天室的？啊，水炮，去吧，喷射火焰啊！聊天室观众啊，好棒啊！对了，你要晃晃吗？我下班了再试试看，连地形有点难搞。不用啊，晃晃班我有啦。渴望吗？还是哦？你说光遇吗？对啊，光遇。没有，刚刚稍早在聊那个。没有啦，我是指我应该抓一只要聊天室的观众的话，应该要有那种，卖那个撒娇啊、叫声啊，一
一些很适合聊天室的你们，欸、啊，应该用姑妞妞来学的，有没有？姑妞妞不是就是靠声音之类的，就靠一张嘴，对吧、啊？你看，就这只吧，宝可梦，可能会吧，但这季没毕业，你这季还没毕业吗？哎、欸，我爆怪嘞！这里这只，看看，都是一些叫声的技能，他才是聊天室的观众。没有、啊，很多都是会出一张嘴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应该就是这个吧，这个叫什么异奇果？不是哎、欸，深渊记的面具很戳，很戳你是什么？很合你的胃口嘛？啊，等一下，那我其他的地方要稍微寻一下呢，这边跑过了。来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妖花巡回之旅啊。反正圣诞蛋那么多，等一下谁又敲我？摩卡吗？白痴，真的是你！不是说你白痴啦，是 FP 白痴。好，这边都是珍贵的果实。栗子安安，结果还是要每个都交。哇！然后杜庆氏，杜庆氏的，哎，杜庆氏是没有果实的点。我想一下哦，先从这边。往左边飞，那我下班去连口香糖。好，加油！你不要再洗头，你不要洗无聊贴图了哦，等下直接 ban 了你哦。哦，完了，老惨了，我在这边生，完蛋。杜庆氏上面好像有，有吗？不是说我中的地方啦，我有没有中？好不好？过一年大家都说深渊吉祥，就像当时的百鸟头，不是吗？我觉得百鸟头可惜是可惜在他就是太早出了，有没有？他如果在重组地左右出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入坑哦，特爆！而且我想一下哦，摩卡，如果你那时候从台北到淡水，那你到这边也快六点半了，要孵什么蛋？你要待在我家帮我孵蛋？那你请问你是要几点走？有想过这种很严重的问题？就算我当时有马上回应你的话，你搭车过来是六点半，对啊？那六点半好，你到我家啊，你是要帮我开台是不是？你不知道孵蛋，哎、欸，是要啊，可是要是要，但是你要想一下，你要几点回家、欸？哎，晚上太晚回家不好，孵完再走啊。如果孵不出来嘞，你就待在我家了。
我跟你讲，我应该也不是孵蛋的，我就直接丢手机给你，叫你去跑腿，不是这样吗？怎样占据我的台？不是啊，好呀，等一下哦，一来，哦。你没差，你不用回家的哦，你不用回你的地狱哦，哇，地狱没人管呢，我也很开心，是我开心还是他开心？想一下呢，要不要想一下孤男寡女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很危险呢，万一他逼我抽烟怎么办？万一我开始学会抽烟？你们负得了责任吗？这事情很严重哎、欸！我本来不会抽烟的，又被他怂恿的话怎么办？而且我很怕烟味、欸。哇靠！万一他一直敷下去，我就一直吹下去吗？不行哎、欸，我明天还是要去打疫苗、欸。你要想哦，怎么抹黑啊？你不是胭脂恶魔？用料理控制人心，他是黑暗料理界的人啊，我忘记小当家哪一集。就他也是用料理啊，罗敏大人那一集，就是那个谢师傅被栽赃的那一集，他就是用料理控制了罗敏大人。然后那时候聊天是通通在一起说，用料理控制人心，你不就是黑暗料理界的人吗？摩卡都在宣导人类寿命很短，不要一直抽烟，哇！哇，这么有意义的吗？哪里呀、啊？哪里？肃庆寺呢？肃庆寺上面哪里有啊？哦、不是，这不是肃庆寺，肃庆寺上面有。可是我记得肃庆寺我上面都没有中。我刚刚是不是讲的有点单纯？为什么怕抽烟？为什么怕抽烟？什么怕抽烟？我只是不喜欢烟味啊。我单纯只是很讨厌烟味，不是哦。肃庆寺这边是要遇怪的地方哦，你竟然叫我来这边种东西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？换到一只色尾猴子，换什么东西？换到色尾猴子，都跟路人乱换啊。怎么那么好啊？色为猴子拿来换呢、欸？那、欸、叫你喝。好，我们去。我闻到烟味就一直咳嗽，我会头晕啊，然后不舒服。嗯，然后就是最怕来了一只绿色水母。你很棒好吗？我没有说你不棒啊，我从刚刚到现在哪一里有说你不好了，对吧？啊，哦，然后我拿到木炭了啦，木炭是在火山下面的一个宝可梦球，那时候刚好是完美的掠过那边。请问是红色的猴子还是有猪鼻子的猴子啊？你是说请假王吗？怂恿人类抽烟很快，
你是说抽你吗？拿皮鞭抽的那个抽吗？好了，这两边都交了，然后来，我们去树国爷爷隔壁交啊！出发出发，我们来巡回，我们做环保，做不是环保，我们做保护大自然的。我们既怎么讲？保育人员，这一带有秘密基地吗？有啊，你要去看我的秘密基地吗？那我要去我的秘密基地放很多大颜色给你看。哦，你是说火爆猴？黑糖想看我的大颜色，我去摆。还是想看大钢蛇，大岩蛇等不是大岩蛇啊，秘密基地等我一下，不是大岩蛇啦，啊，气死！好，这边也交过了，交，好啊，什么？你想看我的大岩蛇？那我私讯给你看。都可以，哇！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有可能复制的，他不 care 复不复制啊。秘密基地这个，然后我就只有一只卷卷乐在这里，这个。那我现在是摆了一大堆虫啊，因为我为了玉虎虎。所以摆了虫，现在有了就是，现在就是晚点可以换掉了。然后没什么虫，然后才发现这边不会出虎虎，虎虎要去沙漠地形才会。我那时候在这边晃了有30分钟吧。就边晃边生蛋，谷歌。啊！改掉，改掉。玉泉螳螂帅。欸、对耶，我还没开始养它哎，我想用它一穿多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秘密基地啊。等之后阿尔宙斯吧，期待他之后会怎样玩。摆放石像啊，我们不要长得像黑社会啊，搜一搜，我们要看起来像幼儿园。你看，这只是最可爱的。哎、欸，哦，在这。最可爱的，然后是一颗球。好了，这是秘密基地。还有哪里没有交的？从这里。我今天下午交过一轮了，画面长不大。哎、欸，喜翠的卡地狗是正品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都交过了。
好，回去孵蛋喽。啊，不然，我明天打完疫苗后，你来照顾我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就可以装死。阿莫卡，蛋，孵蛋，那颗蛋，这样子。跟个死废人一样，哎，按错，他们俩就对不起啊！记住，原来是老繁星的部分啊。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装病就跟，然后不说老人跟小孩一样吗？人就喜欢装病，没病故意装病。一个是为了讨别人的关注，另外一个是为了不上学。可恶，刚刚平常的剪就在那弄你的声音，简讯的声音来了，不要，自己去剪。自己剪啊，自个剪，这个我不可能自己剪出来的。有人在说我坏话，搞不好有人在想我啊？怎么会说我坏话嘞？不对，如果说我坏话的话，我应该喷嚏打不停，对不对？世上讲我坏话的人有多少啊？这声音明显是老了啊！哎、欸，不过至少不像 OG 上那种打喷嚏，好不好？OG上打喷嚏的那种声音很洪亮，哇哟那种的、欸，他们打喷嚏不是从鼻腔出来，是从嘴巴出来的，啊哟那种的，嗯，音量很洪亮的那种。OG上打喷嚏，就像那种小少女，啊啾那种，哈哈哈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认识的里面有一个人打喷嚏，他会加语助词，他的语助词是对不起，他是啊啾对不起，啊啾对不起，啊啾对不起。嘿，那个人是谁嘞？你们猜猜看。嗯，啊啾对不起，他应该没在看台吧？他看台应该会先打个靠吧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上一批蛋没有检查哎、欸，我上一批蛋有那个吗？速度零的吗？很像蜜蜂，晴是谁？懒懒不是，那个人蛮那个人偶尔蛮常出现在聊天室的，最近出现在聊天室的频率大概就是我开一次台他就会出现的，而今天不知道什么有出现，小雨不是，诺英也不是。诺英可能是打喷嚏，诺英应该是那种 OG 上的打喷嚏吧，啊啾这样子的。米娅也不是啊，欸对，某板手没错，某个板手啊，阿亮很近，干阿亮你明就知道谁了吧，有机会跟他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多骂他一点话，看他会不会打喷嚏。小恶魔不是啦。他就是复窝的啊！哦，对，就是小鱼，可是他鱼是木字旁的哦，不是玉字旁的哦。他就是啊，啾，对不起，啊，啾，对不起。然后他每次打喷嚏，我都喜欢讲对不起，然后他就回我说：“你洗的烤。”啊，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勾起了一些兔崽子的回忆，恐怖的回忆。他打喷嚏就是个暗号，啊啾，对不起。
他现在会不会在打喷嚏啊？来检查一下刚刚那一批。相当好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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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当好，特防速度相当好，但是是结实不行。我觉得虎虎用结实很有点枯萎，他已经够硬了，还结实，有多少可以直接把他秒了？很难呢。找他打日麻，偶尔会听到。是哦，哇。普通，完美，太了不起！来呀、啊，等下做同机哦。我稍早有放生十只，所以不死十五只，所以是这一箱。然后我们到时候要计算的时候，就是算几箱的，看今天孵了几箱啊，然后再加15。再加隔天的，前一天的这样子。一篮，对，三箱，少一只。然后这边还会有就是蛋种，啊，完美完美完美，我是这样子，就这样的。今天不要敷六 V， 然后比六 V 更棒的就是五 V 再加上速度不怎么样。老大谁是老大？老大会这样。他不算凶吧，乖乖的，他不会怎样。对啊，他是公事公办的人啊。私下怎样是私下的事情啊，可是开台他会做他应该要做的事啊，他该做的事。就他私下要闹还是怎样是他私下的事情。可能什么打日麻骂脏话啊，玩游戏开车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那是私下啊。只是开台就是他会有他当反手的那个责任感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凶，就是他公事公办啊，我每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除非是那个洗无聊的表情符号洗过头的那种我才会直接动手。嗯，你们怎么会去猜到麻衣呀、啊？打喷嚏讲对不起的，怎么会猜到麻衣呀、啊？那至于我弟他朋友打喷嚏是阿啾，他就直接骂脏话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哦，然后我以前不喜欢打喷嚏，因为我觉得打喷嚏很吵，都会用手把鼻子捏住，然后当时就是耳膜有受伤，就是如果你捏住鼻子的话，它唯一出来的口就是嘴巴或是耳膜。所以最好还是就是用手遮住鼻子啦，然后还是让那个喷嚏打出来，不然你捏住你让耳膜受伤会很惨。嗯，哇，之后还要一箱一箱放生呢，好烦哦，惨了，要放生至少要三分钟以上吧。耳膜受伤好可怕，对啊，就是你耳膜会鼓起来啊。哦，我也是，我那时候每次就是鼻子捏住打喷嚏结束后，会听到耳膜会有嘶这种声音，好像气消下去的声音。我那时候就是被自己吓到了，所以我就那一次开始就是不，我也在怀疑说我现在耳膜是不是也其实已经破掉了。就其实听的声音是跟你们不太一样的这样子，因为曾经就是有听常
常蛮常每次打完喷嚏都会听到那种气消下去的声音。你孵出来就放生了？不是啊，最最是没听我讲是不是？啊，你之前不是看我孵完就丢了吗？啊，我这次是要统计说我总共孵了几只啊？啊，之前不是孵出来直接丢，孵出来直接丢。所以那个打喷嚏说对不起的是谁？小鱼啊，那个 W 开头的那一位啊。我一连打超多次喷嚏的，就你应该是过敏吧？我那时候碰到连续打喷嚏超过十次以上的那个就是鱼肝了。那时候每次他只要换季或过敏开始的时候，就很难过。他说习惯了，他说以前住在老家更严重。今天太忙了，抱歉。好，哭，再哭。他们啾啾啾啾啾啾啾这样子，就很可怜。而且对尘螨过敏又很可怜，因为尘螨又不是细菌还是什么的，所以鼻腔内那些就是会，就是想把它赶出去还是什么，这才会想打喷嚏。换成鼻涕剂那是什么东西？往鼻孔里面喷东西是不是？好。有人伤肺啊，伤什么肺啊？鼻胃啊，过敏真的很难受啊。对啊 ，M 也是过敏的哦。啊，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还是什么的，出去七八个人，全部都要戴口罩，七八个里面有四个过敏，啊，我是因为不露脸，所以戴口罩，啊，另外三个是说他们戴也跟着戴，要笑死。啊，对啊，我也是那种，就是说，哇，你今天打了几次那种白目同学，不知道再这样计算人家打几次喷嚏。再来，还没有那种。那个谁，小雨她男朋友也是啊，每次跟他们出去啊，还有杰克也是，他们两个一天就可以用掉一包卫生纸，一个人半包。所以就是杰克过敏很严重啊，她男朋友过敏也很严重，所以他们就是每次我们在玩狼人杀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两个前面不是卡片是卫生纸。不能不戴口罩啊。啊，不戴会死的，我知道啊。我之前也有一位。不过问一下一个问题哦，今天你们没有感冒，只是戴口罩，那万一打喷嚏，你们会把喷嚏打在口罩里面，还是你们会把口罩那个？跟那个口罩拉下去，然后把那个喷嚏往外打。口罩里面，
下来打。哦，因为其实喷在口罩里面，你就会开始吸到你自己口水的味道啊。然后我其实啊，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疫情还没开始啊，就是我是上班戴口罩，就每次打喷嚏我都会，因为准备打的时候会蹲很低，然后把口罩拉下来打在外面，然后再把口罩拉回去。没有啊，今天就是我是排除掉像今天的那个防疫跟那些感冒之类的，我是以当时啊，因为现在当然是要打在里那个啊，就是打在里面，口喷嚏要打在里面，哎、欸，啊我当时就是不想要喷到口水什么之类，就往下拉。这样又开车了，又开车了，是不是连言论自由都不行了。看一下哦，好，我们就付完这一批吧。我们去花田夫。不过其实更难过的是会一直流眼泪跟眼睛痒，都很难过啊。我以前是喉咙会一直痒，一直咳，所以那时候上课老师还叫我安静一点。那时候国小。我昨天不是有聊吗？就是喉咙破掉那一件事情，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就是微咳的，这样子，老师以为我就是在闹在吵，然后就是叫我安静一点，或者叫我出去走廊，咳完再进来。结果我就是一整节课都在走廊外面咳嗽。搬新家之后，我体验到了过敏的感觉比室友更严重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室友不是也很严重吗？不是严重啊，你室友不是也过敏？哦，所以你也会开始打喷嚏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不会就是准备一个小袋子丢卫生纸吗？就不要丢桌上啊，就是准备一个小袋子啊，小塑胶袋，然后把卫生纸丢在里面啊。他现在没有事，换作我有事，我觉得是楼层关系。之前旧家新家这边不太睡觉，你睡觉也戴口罩哦？哇，这么严重哦？是因为楼层太低吗？你原本的家那时候几层？只几层楼不是吗？我那时候还白痴在你们家楼下，门口外面喊麦当劳欢乐颂。然后你那时候
眼睛瞪很大，叫我安静一点，怕吵到其他邻居。不知道我多白目了。以前放抽屉刚好没问，也没有袋子可以装，都快下课了。哇，你包那么多、哦！啊，晚点要去刷钱。要打训练家了，反正就是看见有没有大头菜。因为如果要把这个谁，没有，现在只要先练那个哈，地鼠跟巨前螳螂还没有吃。你家灰尘很多，不戴口罩就一直打喷嚏，眼睛又很哇！我以前过敏，鼻子会超痒，但是不会打喷嚏，是鼻孔下面那边会痒到不行，然后用那个手指去揉，然后揉到就是那时候医生看到我的症状，就是说你是不是会用手指去那个就是拖鼻，那个就是拖人中那边这样子来回拖，我说对，然后他就是开药给我，然后之后就好了、欸，哇，他说手太脏。手上面太脏还是什么的？阿甘安安，你确定要吃晚餐？我现在在聊打喷嚏、鼻涕一些话题哦。你们想一下哦，先想一下哦。现在敷的虎符都是从穿山鼠之后敷的，所以。色尾的，如果现在还在敷穿山鼠的话，其实那一整箱都是穿山鼠。所以其实理论上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还是穿山鼠。反正那个下一季的机票再聊吧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玩了。好吗，摩卡？那到时候再说。但是要我请你，还是你要怎样？哎，不是，为什么都是特工普普通通？是刚好吃到了，是不是？是吃到原本的那只啊，我原本那只是特工普通的哦，全都特工普普通通啊。啊，这时候可以边滑。边滑 IG 啊 ，IG 跟什么鬼一样，只是拿来看妹子的东西。色尾虎是蓝的对吧？对啊，红色的壳是蓝色的壳，我觉得还不错看呐、啊，这才想要一，而且虎虎也有他的玩法。继位安安。欸，我的网页好像太急了，看一下哦。这很正常。哦，点不开。然后为什么他们周日来瞎聊团团那个封面图后面是波仪啊？波仪，哈哈，白痴哦，在干嘛？穿山鼠还是身体是蓝色的哦，对啊，
欸，我要查什么东西忘记了啊，看来。没有，现在看 IG 是也是在看兔子啊，看一些兔宝宝的，有人会上面 po 一些可爱的兔子的，然后就等一下去看。白痴！我跳到玄关来了啊！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玄关的设计，只能下来，不能回去。有人有火之姬梦特吗？啊，火之姬的梦特又是什么？就那时候杰克当时在伺服器的时候想要伺服器啊，搞泡芙装潢一下啦。用那种那什么电扶梯也好，就只有一格的电扶梯好不好？一格电扶梯让我上去。火之姬梦特式加速，什么加速啊？一定是第一个出手的吗？我记得好像很强耶。你昨天也是从单练到金矿。看到标题，明天你要打疫苗，打完疫苗两只手会很痛。为什么是两只手会很痛？每回合增加哦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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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对对对，火之姬的，我觉得很棒。哦，下课。戴手柱，他跟鬼一样。我戴手柱，跟他跟鬼一样啊？谁戴手柱？我是鸡吗？有了，又一只完美的虎虎。你是完美的虎虎，晚点再来料理你，不料理你啊，处理你。你是只完美的虎虎吗？你是，但是你太完美了，我们需要点缺陷，你的速度要不怎么样，懂吗？下一只虎虎听到咯，要不怎么样哦。粉红小孩，看看哦，这边已经有三箱好吗？三箱。假的穿山鼠都没设为啊，然后继续敷穿山鼠咯。火之姬带守住就可以保哦，就是第一回合先守住哦，欸，好好猛哦。你看这就是我，其实宝可梦没有到很熟，有你们我才会变得更强好吗？火之姬加速的好像没加速差很多，火之姬在
加油了，各位！梦特火之鸡靠你们了。先休息好，晚安。我现在已经签了签约平台。你现在已经完成签约平台，现在要准备明天的东西，有点你签什么东西？你在哪边直播？那所以你之后会很少来看我的台咯，那你要加油哦，实况这条路很辛苦哦。饿了吗？我饿什么？不会耶，还好耶，想喝多多绿而已。我刚喝完一杯，我没有从后门走下来。这样我如果回答我饿的话，你就现在直接出现在我家门口了。Bingo， 答对喽，这样吗？我自己梦特太难了，又不是要吃膏药吗？没关系，应该差不多要吃了，我俩。啊，这不是说遇不到梦特就只能靠膏药吃吗？轻松膏药，白痴哦！我怎么把自己逗得那么乐？这个是他的平台的英，他平台的英文 ，B 啊，什么叫 Bigo Love？ Bigo Life 和 Love 是什么？啦啦啦！这版能买到梦特膏药，不是可以吗？那时候有人跟我借尼多兰啊，然后就直接啊，就那个直接敷到两只色维的化石啊，然后他就直接灌了尼多兰那个膏药，然后就直接秒生，然后就丢还给我一。哦，料理虎虎哦，处理他啦。而且企鹅机你换头贴哦，你原本不是 Switch 的头吗？可以啊，在对战塔，对啊，对战塔可以换。我搞不好在等疫苗过后吧，我要来爬塔了，感觉好多东西都要在那边买。因为那时候不是讲了吗？你不能把这个当作是四代啊，你其实要把这个当作是八代在玩，不是吗？膏药一个200 PP 都超贵，哎、欸，所以他那时候直接秒刻下去，我想你也太豪迈了吧，直接刻下去。我明天打疫苗加油，我会加油，我打完之后会赶快回来开台。所以我就这时候就要说啊，所以摩卡你明天要来照顾我。没有啦，我到时候请一个小护士好不好？那护士可能是老居吧，请他穿小护士装，然后照顾我的起居。我人家打疫苗两三天就好了，你怎么打个疫苗一个月还逃不了？我不会剪片的，我手好痛，我剪不了片。
我只会玩 Switch 的，我不会剪片的。几点开台？你要看我几点打完呢、啊？我八点半排嘛。我上次也是，我上次是八点二十就排，然后人手是八点半才开，然后我是到了快九点才打。你多休息吧，到时候啦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就顶多只是开个聊天，聊个几分钟关台。所以明天是一秒观察台咯，我观察台。你是说明天就开着台，然后就说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整，只有手稍微的酸，还聚得起来，还没发烧。嗯。还要留意速度不完美。哎、欸，我有没有啊？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啊妈妈妈妈妈妈妈。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噜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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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 A 力第二季无感。啊，我是 BNT 啊，很多人是说 BNT 是第二季有感啊，所以那时候我是担心这个啊。小雨的话，他就是有微烧啊，所以那时候是自跑去先了解小雨。相当好啊，相当好啊，看到没有？相当好是什么意思嘞？就完蛋啦、啊，现在是相当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普普通通，好像可以哦。等一下哦，恭喜你，你是中奖名单之一啊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先把五福调一下。啊，不是你，这里。强迫症，强迫症啊，补位置。那这边是还没有好的，所以通通跑光光。就这个，你看，温和，普普通通，害羞，普普通通。普普通通。好，继续跑。啊，哎，十点了，哎，我还没敷完呢，糟糕！你们要看我敷完吗？我们敷完这还有一箱耶，好啦，我认真敷好不好？不闹了，亚素，明天你先看能不能开台吧，要明天才能看啊，我也要明天才知道啊。打完再说，我知道啊。等一下哦，刚诺英跟我说他开台了，去关心一下，关心啊，关心一下 FBFB。啊啊！开台，开台，他开去哪里？
二台怎么又延迟这么严重？20分钟哎、欸。真的很想把蛋丢给鸭嘴宝宝，叫他自己跑，对不对？但多棒啊！不能叫人家假霸王啊！我姐 BNT 第二季打完还去上班，佩服她。然后他是老人，然后他就是神选之人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打完又一样失眠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那完蛋了。我打完疫苗，状况一大堆。我叫谁关心一下？关心什么？哦，诺英的台啊，因为他其实网路很惨，他每次只要开台开，给他关台了。他之前开台，其实我们已经关台了，可是他的台还延迟了十几分钟、二十几分钟，甚至几小时。哎呀，宝可梦会跳走，不特别显示，你到底准不准？还是一样哦，啊。刚刚泡芙传了一个东西给我，就是宝可梦的按宝可梦的爱心程度嘛，都是低于70的话，你拖它会跑走；70到149不会怎样；150到199是颗爱心；200到254是两颗小爱心；255是两颗大爱心。我都会连点，会全部跳起来。你要找前期的宝可梦刚抓都是这样子啊。啊，录音好可怜。而且他是要等时速到才能关台，而且他可能那时候，从好，比如说从8点直播到12点好了，已经4小时了，但是他的台延迟1个多小时，所以他要等到那1个多小时全部跑完，凑4小时，他才能关台去睡觉，所以他常常就是可能2、3点还没睡，就是要等那个 YFB 的直播。时速到，他才能关掉去睡觉。可怜，你的绿地牙哭了，恭喜！那我的灵术百变怪是不是要出了？FB 直播那么烂哦、喔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那个啦，是他家网络问题，他家的网络问题，不然这样哈记团团他们应该有出问题啊。哦，还有巧克力，你连锁几只？你的地牙连锁几只？
没有那种东西，先生。不然你不是要帮我搞一只零速的虎符给我吗？我以为有喂、欸。好了，我自己弄了，我自己慢慢弄。没有数哎、欸，不过我刷两千，你哦，你没有数的，你在真百变怪了，哦，哎、欸，那你很快了哎、欸，我那个 HTT 他刷了600多只还没有数，小雨米娅游戏在 FB， 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每次只要 FB 打开看到通知有和他们开台，我都会去帮忙挂，每一个哦都有挂哦，挂到他们结束直播来看我台说，哎、欸、你关台了、哦，然后再把 FB 关掉。社团有人刷两三千多次，我今天看一个影片，他就是刷好像水军吧。就是左上角刷第五次水晶就出了，我说哇靠，太猛了吧！对啊，就包括哈记啊，哈记也是啊，团团也是啊。可是有时候如果就是发现会开始微卡，我就会把网页开始关掉。那很多欸，很多啊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玩什么都知道啊。是我开台不能开，就是不能按播放，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啦、啊。因为以前我在 FB 直播的时候，是你要播我才会算那个观看数啊。我那时候是有观看数的业绩，他们目前只有时数业绩啦啊，我是有观看数的业绩，所以我的观看数是要那个有那个播放的时候才行，按暂停啊那些都没办法。我当时在 FB 那时候是这样。欸、你刷两天才刷到，我聊天是当时有个刷了，好像谁企鹅吗？哪一只企鹅刷了六天才刷到，不是吗？绿色的蒂亚卢卡。他说刷了六天。我那时候以为是欧元爸爸刷到的，因为什么恭喜出社会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一箱蛋。那我私下把蛋扔一扔，扔完之后再来统计一下，欸，然后如果私下有孵的话，就把新的那一批扔到箱子里面。
好，黑糖，拜拜。下工，晚安。干，我觉得我该休息了啦。我看一下这一箱蛋哦、喔，目前刚说多少，之下还有这个15颗，感觉不止。啊，青菜，随便啦。那这边三大箱好不好？一箱是多少？二四六三十，这样就150了。你会不会想开兔窝对战？不是啊，兔窝有玩的就其实就不到几个人啊。然后，兔窝现在算出来有玩的好八个好了。那对对战有兴趣的话，可能疾风吧，疾风阿亮，对这应该也有，然后加你四个，对吧、啊？也蛮多的吧。可是要对对战有兴趣的哎、欸，只是那种抓可爱跟我一样的那种。像嘎嘎也是因为我玩他才来买、啊、然后企鹅的话是最近刚入坑嘛，还在打四天王，然后还有谁，生母的话是也是刚开始玩，你没有兴趣哦、喔、哦，你现在才玩到第一次道馆，对啊，有些都还没起来啊。不止八个吧？不是，你要想，好，现在跑步就算不止八个好了。那好，我现在问兔窝，谁对对战有兴趣的？对啊，很多其实没有研究打法，没有那么专业的研究打法。一组干果是什么意思？一组干果是什么意思？是每个干果球各一颗吗？我一组17颗哦，我不知道、哦。我有一点，但是会配刀之类的，那些都不熟。不，这不能打动我。不，你给我去参加。你看一下，一组的、欸，一组哎、欸，啊对，谁有皮卡丘？我今天报社需要皮卡丘，他被我进化成雷丘了。哦，对啊，他还是说含一颗闪光弹哦，那颗闪光弹好像是每个人都会有兴趣的闪光哦。你有啊？好，我等一下跟你借。哎、欸，我孵完蛋可能就要快11点了，完蛋，就蛋拿太多了。这个步数跟穿山手步数一模一样。干不对，来，你的是什么？讲出来。你给醉醉了，要叫他借我啊！一般玩家肤色为搞6V差不多了，对吧、啊？而且可以叫杰克来比，他不是有练吗？他有哎。他最近玩的比较没那么勤了，昨天就在跟小雨聊啊，说我们的杰克呢，我们的帕奇利兹怎么没有出现呢？杰克目前没有消息了。他的攻击不怎么样，如果是速度就好了。
哎、欸，普普通通，而且是母的。好，就你了。你要到哪一箱啊？啊，这一箱完美。干，可是你是结石哎、欸，嗯啊，我再想一下哦、喔。不行，这不行，会遗传到母，不行。是吗？不是刷个连锁社会就差不多了吗？带生蛋用 V 有点太专业了。必然啊，然后飞箱到飞箱。然后改下一个，安错 B， 嗯，我特点算复苏一颗吗啡，对啊，固定的啊，喝吗啡啊，嘟嘟。因为其实你打塔也要培育就是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看你这1000块、1500块钱怎么玩啊。你要玩的久，就是有玩的久的玩法。你如果要玩的快的话，那其实真的是30个小时就通关了。你看30小时除以1500块，那你等于是每一个小30个小时除以1500多少五？那等于是你每一个小时是多少？50块钱，一个小时50块钱，你30个小时1500这样子过了，所以你是等于一个小时喝50块的多多率。哇，这样好爽哦！你喝了30瓶多多率耶，哇哦！你要崩溃了，怎么了？打不过吗？打不过就去练等。就是宝可梦换一下啊，如果要坚持不过的坚持同一批宝可梦的话，那就嗑药啊，还是你游戏崩溃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竹篮打不赢你，竹篮在最一开始的那个叫啥那种鬼什么怪啊，第一只是什么？啊，其实第一只那一只除了暗影球跟剧毒以外，你那时候就可以想办法叠 buff 啦。你叠高之后，他后面就打你不痛了。花岗岩啊、花岩怪，花岗岩。请问台主今天在敷什么？长得比较怪的穿山鼠。长得比较怪的穿山鼠。长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多么可爱啊！你看四箱了，而且我昨天的穿山鼠还没有生出来哦，是阿亮生出来的嘛？可能是给我。可是你看哦，如果再加上，如果昨天应该说今天我继续孵穿山鼠的话，我又多了四箱穿山鼠还没孵出来，我还是觉得我的闪耀物。护符坏掉了，你的穿山甲怎么很红色的壳啊？那个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修修圈你知道吗？就是怕穿山甲他们会痒，抓他们的背啊，防止不了他们的爪，只能先把壳包起来。所以小雨，你知道杰克现在还有在玩这个吗？他好像
一周目结束后真的没下落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在敷澡王，结果敷到现在真的没下落了。先喝，昨天发现原来清新的多多绿超大，2.5罐就一整杯了。我要连锁狩猎凤蝶了，不是狩猎凤蝶遇得到吗？不是要那个吗？不是要刺尾虫开始吗？藻王色为粉色的，对啊，所以他就是要弄只粉色的藻王出来啊。230水路遇得到，遇到什么狩猎凤蝶吗？真的假的？哇哦，而且很常遇到。我跟你讲，22级以上的我都没有怎么在走。钻石能直接抓狩猎凤蝶，珍珠能直接抓到毒粉的。哦哦哦，难怪，我勒乖！百代森林抓到蛹，对啊，我想说那时候就刺尾虫跟蛹而已啊，总会有一些蝴蝶的。但真的比较少看到他左上角跳出杰克打开了珍珠，对吧？钻石，看一下哦，不见。分布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这边我都是用喷雾剂喷过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，百代森林有直接遇到毒粉了，哇，可见，你看喷雾剂成瘾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哪边有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。完蛋了，喷雾剂成瘾症。哎、欸，小允现在还好吗？还有在发烧吗？还有什么不适症状吗？除了感觉到很穷以外，还有什么症状？狩猎凤蝶不要那嘴巴，可是蝴蝶就是有嘴巴、啊，就不像八大蝶，八大蝶那个嘴巴其实不是蝴蝶的嘴巴呢。早安，诺英早，你那边还行吗？我刚去挂台挂到你就关台了，你还好吗？不太行。要晚点给你呼呼吗？八大蝶的嘴巴就是毛球的嘴巴，对呀、啊，一样37度，刚刚吃了一颗退烧药。哎、欸，你退烧药是自己去买的吗？还是就吃普拿藤就好了？我知道野王路搞你啊，所以我刚刚有在聊天室跟大家讲你那边的事情啊。所以上次那个玩鹅鸭的时候，那时候在用网路，所以还是用不好吗？打针那天买的，你是买就单纯买退烧药吗？还是就买普拿藤？等一下，我有没有带？
你们怎么没有人？哦，刚跑是不是？一步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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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步一步。哎，有东西。干什么东西？有人在用吐啊？刚刚是什么声音？等一下，谁在用贴图吗？啊，是谁？用什么贴图？那什么声音？谁？陈一哥。干北七哦，找到了啦。有人的，有一个退曲的，然后他转播过去，然后出现那个东西，退曲的啦，退曲的啦，有人转播，然后那个是他的追随声音啊，吓死我了！我那时候在听台，听一听，听到有人转播，我想什么鬼声音，吓到我了。你在看直播没有？有看直播的话就露麦啦。我刚以为是哪个人用贴了什么奇怪有语音的贴图贴给我。拜托，你知道我刚打开第一件事情，想说听那个声音是先点开你的粉专，看看是不是你的粉专那边有广告还是什么，就发现没有偷滴好吗？像刚刚小雨的台我也关掉了，然后还有。然后哈基他们还在，我傻眼，我也很傻眼呐、啊。我一杯杯，一杯杯，什么鬼东西，吓到我！我的台在唱歌，你又开了吗？为什么没有跳通知？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哦，我看一下。诺音开台，对，然后嘞，诺音正在直播。哦，你知道玩节奏医生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挂好台了。干！我又掉下来了。干！有人工代唱，对，又是杠杠吗？刚刚在玩，哎，一掰，走回去，走回去，走回去。这边太小了，太难走。繁星皮卡丘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谁要皮卡丘？哦，你自己的记录档，哎、欸，太聪明了吧？我来八八，我来八八，一杯杯一。喂喂，我们来八八，叫阿爸两条卡，叫阿妈不一卡。啊，捡颗蛋，我们去八八。啊，按错，按错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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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是不是该给泡芙前请他修一个斜坡？这个我稍早有跟他反映啊。但他没有理我，他在弄他的陆丽丽，昨天生了一公一母给他，一个是温柔的陆丽丽，跟一个勇敢的陆丽丽，刚好一公一母。温柔的是母的，勇敢的是公的。我说，哎、欸，有个小公主跟小王子哦，一个勇敢，一个温柔，然后他就很开心。
然后现在很开心在练他们。然后他问我说：“陆莉莉食草是不是有搞头？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因为玛丽露是水系的嘛。”你不要动啊、哦！你回我回去，不要动，给我回去。那颗蛋很重要，除非你要帮我孵。啊，你去孵那颗蛋，你孵好之后我们再来交易，好不好？治愈球。哎、欸，你孵完跟我说，再看看那颗是什么蛋，再看我要不要赎回它，看看你会孵到一个五 B， 然后速度是不怎么样的给我。好，然后五 V 速度不怎么样，母的跟色尾，好不好？应该不难吧？我没有要求六 V 哦，哈哈，流氓。你只流氓！好，我们回去孵蛋。啊！靠什么？已经比较难的自哎设为母的了，好吗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终于打赢了，恭喜你！再来就是补图鉴啦，150，嗯，多少？就是都要看过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你的弟弟的二周目之旅了。有抓不完的宝可梦让你抓，然后要小心一些火系的哦。大字爆眼啊，从鬼东西打过来。他说：“你还想抓我啊？看看我的大字爆眼吧。”哎，糟了，鸭嘴宝宝越看越可爱，怎么这样子？我开始对审美有一点疲劳了吗？但它本身设计是有点可爱，哎，至少比当时金银版的图鉴头那个图，那个黑白色的图出来的时候好很多，因为毕竟这 3D 之后长得比较可爱，跟那种金 Game Boy 那种像素图出来，鸭嘴宝宝真的是丑到有点恐怖哎、欸，小鸭鸭嘎嘎，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我会努力生的，生出来下一只换铁甲背。我本来想说今天我们有突发，改生刺甲背，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想说虎符的技能，好像就只有那几招可以玩，它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，就是特防跟防御同时增加的技能，好像没有。那变圆的话嘛，变圆是要遗传过去的，然后其他像陀螺球是要用招式积血的，然后还有黏黏网是自己学的，然后发现能学的好像不多，还是我不懂它。感觉鸭嘴宝宝头真的是拿来放蛋用的、欸，所以它的头上面是刚好装蛋。然后顶在头上一直跑的那一种，然后最多顶两颗嘛，就是四个球中间放一个。可是啊，他那个四个
四个凸凸的地方，中间就是一个卡笋，有没有？刚好放那个蛋。怎样，疾风生出来了没？应该也生出来了吧？完了，又一只完美的。他怎么常常完美都是攻的比较多啊？哇，你孤单一只。好了，我们留五颗蛋，因为留五颗放在身上，顺便拿，顺便走，刚刚好。嗯，功德爱你，我功德爱我，他是功德，还是你是说六 V 功德爱我？没事啊，功德也好啊，还是会怀孕啊，我是指他会让母的怀孕。至少公的可以拿来当蛋种啊，就是你们如果后面要生虫系的话，可以给你们。哎，八点半。啊，你说打针之前弄吃的？我不知道哎。那边八点半才开门呢。好啊。在刷什么？捕狐。没有，现在不在刷色尾，只是刷要一个能用的狐狐，要一个速度零的狐狐。究竟速度零的狐狐会先出来嘞，还是色尾会先出来嘞？还是我们会先关台嘞？客房，普通母的，客房普通母的，好，你看要不要留下来去孵啊？如果你想要贡献一份心力的话，如果你不想的话，就把它丢了吧。然后，哎，那你还要皮卡丘吗？还是你皮卡丘已经有了？
开赌盘吗？我是觉得先关台啦，不然你怎么想啊？反正赌盘没有东西赌，谁先发生？设为设为负负零一，叫什么？观台。不用了，我有梦特皮卡丘，他特地去后院抓给我的哦。哇，这么用心，要把它存下来，把它存在我的冰箱里面。哎呦，这次看起来不太一样哦，其实很特别哦。我觉得又可以把 V 皮放出来，为什么？你是说他眼睛要睁很大的？来又没有了啊！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虎符的希望，就这五颗蛋了。看一下现在哦，你们真的是梦想家哎、欸！现在观台只有62%。你们太看得起这个梦想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今天真的是有赌博行为的话，会投梦，不，设为跟那个努力值，不，五 V 的那个会，我认识的里面只有阿杯会这样干，他最喜欢去挑战那种作死的东西，然后造成那个海啸崩盘。他都喜欢去玩一些不可能的东西。1赔20，1赔29这样的东西。这样退取啦。观台的期望值比较高，但还是按下去的闪光。哎呀。真的如果再退取开赌盘的话。怎么可能观台还。观台怎么可能低于80？真的可惜 ，YT 没有类似忠诚点数那种东西。但忠诚点数能换什么？真的也不知道干嘛啦。换什么实况组喝水？那什么感谢的话？我喵一声那种东西。如果有的话，台主可以操盘。我要怎么操盘？故意不生蛋吗？不是啊，你看哦，先设围就在那边，我要怎么操盘？然后蛋就在那边，
繁星的蘑蘑菇中了，中什么东西？中一奖而已吧，中一个马而已吧。马上说关台了，各位，没有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子讲？应该只是中一马吧？你今天的是47吗？我的玩家 ID 我就是47吧，74，哦，他有64。对啊，只中一个。对啊，他会算你的那个电脑里面，从第一页开始往后算，看哪一个马优先度偏前面就会是哪一个。像我那时候也中了一张，一个是我才放第二页的那个绿毛虫，就是泡芙给的绿毛虫就中了。好了，这个是最后的蛋了，各位，要关台咯。感谢下晚上的收看啦，没有设围，没有5V，只能观台耶。Yeah, 感谢这49%的，49%票的，我设围还有34啊。我觉得速度零5V还比设围的机会高一些些，你们是不是太高估设围？你有多的宝可梦病毒吗？有吧。我等一下看一下哦。我可能要感染之后丢给你。真的吗？我看成一箱六 V。我一箱六 V。看哦，看像我一箱六 V。对啊，我就说设为5V 6V 的出的几率是比设为还要高太多了欸。等等就爆出设为，爆出设就捡精华进去了啊。这是力奇最佳案例有没有？因为你两只 6V 升，你两只 6V 升 6V 几率是32/1啊。啊，你设为也还是几百分之一的几率啊！美好的祝福啊，感谢感谢，来了，开始讲喽。没有啊，这是4V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速度普普通通啊，可惜可惜。哎，普普通通再烂一点是什么？就不怎么样了嘛。啊 ，HP 普普通通。特工特防普普通通啊，没有了，来结算关台啦！啊，这是关台选项啦。感谢各位今晚参与玩游戏到赌六 V， 我们都有把赌设为5V 都有参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现在结算一下好了。我会丢掉。嗯，你看一下，我会丢掉四箱嘛，一箱是三十，哎，是多少？30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30吗？5、6、30、30，但我算不算120。好，我就丢掉四箱120嘛，那我明天从120开始算，帮我记一下哦，120，今天会丢掉120，然后这一箱会先留下来，就是这一箱可能私下开始孵，可能会往上挪啦，反正今天就是会丢掉120，啊，帮我记一下哦，120，好，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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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